事成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吴谨言。我带来了横店的线下灯会，我听说这个灯会听说很多年了都没有来过，今天一来我是很后悔，怎么之前在横店拍戏的时候没有来，太美了，很好看。这次横店灯会非常的热闹喜庆，有很多的 NPC 互动打卡的地方，还有很多的灯组，还有影视场景还原灯组。我听说有青龙吐水、娇弱金龙，还有一个凤凰的灯光组合都很好看，就是必打卡的地方。现在正在横店拍摄春花宴，这次我算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小愿望嘛，因为之前一直说想拍打戏，想演一个侠女，这次我饰演的角色叫梅林。在春花宴中呢，她是一个死士，可以理解为一个女杀手这样一个形象，其实我也没有尝试过这种角色类型，还蛮不一样的。刘学义老师演的是景和，是一个三皇子，他是一个王爷，我们错综复杂的感情，大家期待一下。对啊，今天来线下灯会了，我觉得明年这个愿望没准就实现了呢。有信心一定有，对，反正就是现在还在拍嘛，就是把每一天的戏把这个过程尽量去做好，然后期待它播出的时候会有一个好的成绩。2023年一整个都是在横店度过的，夏天拍了墨云街，冬天在这儿拍了春花宴，经历了横店的春夏秋冬，一整个都是我和横店的故事。朋友们，妹妹儿，哥哥，小朋友，祝你们龙年行大运，要咋子有咋子，吃得香睡得饱，天天都开心，哈哈哈。